你好，我是作者口袋星座酱，为你分享十二星座的奥秘。今天星座酱要讲的是和处女座纠缠不清的三星座，一个大大咧咧，一个佛系，一个脾气大。说起处女座，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处女座个性比较挑剔，对别人来说就可以的标准，但是到了处女座的眼里就不可以？是不是还觉得处女座有点毒舌？虽然讲出来的话很精辟，但是有点伤人。那么关于处女座的感情你又了解多少呢？今天星座将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和处女座纠缠不清的三星座，一个大大咧咧，一个佛系，一个脾气大。射手座，射手座和处女座其实是比较纠缠的一对。怎么说呢？射手座属于大大咧咧的类型，在感情当中比较注意自己的感受，喜欢的时候就使劲爱，不爱了也能洒脱离去。处女座比较挑剔，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对象就容不得别人多说一句坏话，是比较自我的一个星座。处女座要是和射手座谈恋爱的话，处女座会越爱越深，越是相处就越把对方放在心里，不容易放下。但是射手座就比较随性，觉得不爱了，相处不合适了，就会想要分手离开。因此射手座和处女座是比较纠缠的一对，在感情的节奏上不是很合拍。水瓶座，水瓶座和处女座是比较纠缠的一对。诚然，比较佛系的水瓶座在和挑剔的处女座相处时不会太去在意处女座的毒舌，处女座也能欣赏到水瓶座与众不同的一面。水瓶座要是和处女座谈恋爱的话，多是一个抱怨，一个打哈哈，不是很在意。只能说水瓶座和处女座自有自己的恋爱节奏，不是旁人可以去非议的。但是处女座和水瓶座能不能爱得长久就是一个问题了。水瓶座不在意，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是不是总是不在意处女座的挑剔的。因为水瓶座比较随性，不喜欢强迫自己，所以要是处女座对水瓶座施压太重的话，水瓶座会想要逃跑远离的。因此水瓶座和处女座也是比较纠缠的一对，在观念上不是很同步。金牛座，金牛座和处女座也是比较纠缠的一对。其实金牛座和处女座都是土象星座，按理来说是比较和谐的一对。为什么会说比较纠缠呢？是因为处女座在平时的时候个性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要是看不惯一件事还是会挑剔的。而金牛座对外人就比较有礼貌，但是对着自己亲近的人脾气就比较大，要求就比较高。所以这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一些小事上面纠结，特别是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可能谁也不服谁。要是处女座挑剔金牛座的缺点，金牛可能犟脾气一上来就会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绝不低头，这样就容易产生冲突，变得互相嫌弃。因此处女座和金牛座是比较纠缠的一对。综上，和处女座纠缠不清的三星座，一个是大大咧咧的射手座，一个是比较佛系的水瓶座，一个是脾气很大的金牛座。其中处女座会比较受不了金牛座的暴脾气，关系越近越是难以接受。好了，星座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如果你觉得星座酱的分享不错的话，可以下方收藏我，要是觉得不对也可以留言指出，方便星座酱做出改进。当然了，喜欢本文的话可以哦。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